是动物园的兽医，我会帮助动物园里的动物，跟他们做定期检查、打预防针，也会帮助他们选择合适的食物。因为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病和假的食物，要是他们吃了这些不好的东西，就会很容易生病和死亡。我也会定时调配一些维他命给他们吃，让他们有好的健康。人们来到看见也很高兴。我有时也会训练动物园的工作人员，让他们学习怎么样去照顾脱身的动物，也会帮他们照顾从外地来的动物，让他们可以在园里住的舒服和习惯。因为有很多动物在其他地方搬过来，可能在对新的环境比较觉得不安全和不习惯，所以我的工作也很繁忙，也要很有耐心和小心，尽量不要给任何动物受伤。Okay.